各位记者大家好，我是金哥。今天那个沱盆曲酒有个股东大会，厂家邀请我们一起参加。由于我的车呢，这个今天限号啊，厂家专门派了个专车来接我们啊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沱盆曲酒是四川哈五大金花之一，非常有实力，我们去看看。啊。好，谢谢哈。这个已经到酒店门口了，谢谢哈。这瓶酒好大啊，哈哈哈，就我们最早啊。我们这边合着你吧。谢谢大家啊！签个名还得有个礼品拿啊，肯定是酒，不用猜，沱盆酒陶醉，这是啥？这个陶醉，两瓶陶醉啊！谢谢。长江那边走喽，啊，我们开参观一下产品啊。是沱盆的这个，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主流产品，沱盆曲酒，升级产品舍得，后面有陶醉啊，舍不得地方走。这沱盆这次活动啊，搞得很有特色啊，整个气氛搞得挺好的哈，就是品质有历史有文化，氛围很好。他一会儿酒席上喝的啥？你喝舍得喝沱盆噻，肯定噻。喝沱盆，还没来噻。喝个天之呼，天之呼。好可能吧？沱盆的品鉴会开天之呼，你想多了。我们参加沱盆的这个股东纪念会议已经回来了哈，当时因为比较忙啊，我们就提前走了。这厂家给我们准备了两个东西哈，一个是你看。正常跟我的一个30周年纪念红坛庄私藏版啊，对，沱盆曲酒，打开一下，这是个收藏酒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个我们那个荣誉证书啊，指定合作伙伴，说明我们的酒厂家来的哈，来开一下这个酒，哇，那可以哦，哇，还有我的名字，哈哈，对，不错不错啊，谢谢沱盆，谢谢舍得公司，冠军哥了解白酒。